的建筑和人界的有这么像吗？倘若这原本便是人界之物，也就说得通了。云无月，你好些了吗？嗯，谢谢你和北洛之前救我。本是应该。我知道光说谢谢没什么用，你们也不是嫌恩图报的人。不过我还是很想有机会能报答这份大恩。行了。 这不正要麻烦你们博物学会吗？嗯，要是能帮上忙就好了。那云无月，你说的这本来就是人间的建筑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是鼎湖，古代的鼎湖。原本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细想沿路所见，应是无误。古代的鼎湖？难道我们还在人界？不。 既然个体之力也足以裂开空间，那么天地自然更是拥有无穷大的威能。倘若在过去的几千年间曾经发生过什么，令古鼎湖整个从空间裂缝掉落至魔域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倒是合理。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古时候的鼎湖，那这些宫殿模样的是？轩辕黄帝陵。黄帝陵？ 难怪，难怪都说皇帝葬于鼎湖，可从来没有更确切的记载了。我的祖先，我们走近看看，走近看看可以吗？
有东西过来。古考会，他们怎么这样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不能说话了吗？
怎么捏碎了？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已经没用了，他们受伤极重，命不久矣。盲智也活不了多久。我早就说过吧，吴兆，就算你取出他们的眼珠子，在头颅里种入盲智，那也还是一群废物，又傻又丑，连探查的活都干不好。那么下回由你去。不不不，空间裂缝那种地方，我可不是辟邪，你故意让我有去无回吗？吴兆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下回再也不敢这么鲁莽了，我只是想报仇，一时忍不住。不要不理我，你不知道我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好害怕，脑子里面很乱，就迷迷糊糊的到处走。后来我的梳子还掉了，被那些人捡去当成他们自己的东西。这天底下的人都坏透了，可是我们又能回哪儿去呢？西陵已经不在了，雷族、淮西通通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，别丢下我，吴兆。怎么可能丢下你？只是你我力量未复，倘若行事不当，反蛇其身。再者，昔年轩辕丘人丁兴旺，几千年后皇帝后人又何止千万，见一个杀一个，你打算杀到何时？那要怎么办？难道不是杀一个算一个吗？难道我们的仇就不报了？仇当然得报，所以杀一人无益。姬轩辕要人族兴盛，我就偏偏令他们沦落魔域。你是说天心静摇？若非如此，你我也不会醒来。正好趁此机会看一看乌之国的那个传说是不是真的。水蛭，只是看起来像吧，从眼眶里爬出来的，多半和这些人的异变脱不了关系，或许同乌兆有关。怎么说？我们进来这个空间，古考会的人随即出现，这未免太过巧合。先前乌兆抓住了他们的头目，若是由他出手也不无可能。乌之堂本就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术，所以乌兆也跟来了。还是先派了几个人过来探查，他们怎么进到这儿的？和我一样，劈开空间的能力虽然罕见，但如果空间裂缝已经形成，那么在它完全消失前设法于同一处造成更小的裂口却是可以做到。那刚才的光又是什么？简直气势惊人，一瞬间全身都像被冻住了一样。大约是静云留下的力量，旁边这座培林是他的墓吧。静云，我好像在古籍里看过这个名字，是皇帝的臣子吗？嗯。我要赶快把这周围的样子画下来，以后有机会拿给师兄他们看。还要去灵前跪拜一下，远远的，不打扰里面的人。若是遗骸，这其中大概也只有姬轩辕的。另一侧的培林应当葬着他的妻子雷祖。雷祖当初战死西陵，尸骨就留在了那儿，而静云则是片骨无存。这样，
这儿有梅花呀，开得可真好看，大概也是当初一起落下来的吧。后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难怪老师总说那个时代是特别的，任何神奇的事都有可能发生。特别？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十分模糊，虽然留下了记载，可是太过于众说纷纭，更像是传说里的故事。那个时候的帝王和后世的不一样，被认为在于人神之间，所谓隔于上下，就是说他们可以沟通天地，天是指天上的神仙，地就是大地上的凡人。有些典籍也记录了天降神谕，然后人们遵照去做。遵照？我要是那个时候的王，可不想和高高在上的神仙有什么往来。一族是一族断，仰人鼻息，朝夕可亡。你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声音？岑英，你待在这儿，不要走远。好，我知道的。
湖上的岛整个落到了这里，竟然还能保持得这样好。太岁，什么？静云的佩剑，太岁。难怪刚才这把剑上大概也留有静云的意念。你可以把它取出来，毕竟你身上流着辟邪的血。什么意思？太岁在第二次铸造时融入了辟邪骨血，非人可遇。静云说过，若他死后无人能再驾驭这柄剑，便将他送去天禄城。我也没想到会在此处再见。非人可遇，那他？静云曾经落入魔域，在那里遇到了辟邪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接受了辟邪的力量。那再找个人这样做，岂不是也能成为太岁的主人？辟邪之力并非常人可以接纳，须得体质特异，且拥有对人族而言极其强横的精神与肉体。
即便如此，金云在那之后因为身体的巨大负担，也注定比旁人早亡。锦云是因为这样过世的？不，他是战死的。当时有魔族入侵人界，战斗很惨烈。世纯轩辕皇帝同魔帝蚩尤与诸卢一决生死，从此天下大定。但其实在那之前的几年，人界就已经有了魔族的身影。之前遇到的镜原本也是魔域之妖，他们天生具有穿越空间的异能，所以才有了破镜之战。听说太岁是一柄有灵性的剑，甚至会让人觉得他有自己的意志。既然只有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，那么就是他选择了你。这个又是以昆仑玉打造的指环，注入了辟邪之力，能够令静云更好地驾驭太岁。你大概是用不上的。我北洛、云无月，你们快来看，空间裂口。我刚把纸笔收起来，它就忽然出现了。云无月，我感觉不到对面的气息，你呢？一样。我还没太明白这空间能力要怎么使唤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找路去天路城，再从那儿绕回人界？恐怕很难，魔域的许多空间相隔遥远，甚至并无通路。既然一时间也没什么更好的出路，那要不进去试试？